101烟火不会停，财长说。国际上不会停。哎，看完烟火我空虚了，怎么一直听说今年是最终弹？来问问公股代表财政部长张盛和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不希望是最后一次。可是听说是最后一次呢，是说太贵了，没人赞助？赞助厂商要来找，有人赞助，但是他们要想想，就是出钱就好。到底要花掉多少钱呢？成本越来越高，去年3000万，今年涨到4500万。哦，金主要有钱，更要形象好，这种高富帅会不会难产？我觉得，在国际上不没机会了。我们的印尼烟火、跟雪梨烟火、跟纽约的烟火都在面试当中。再怎么难产，也要把高富帅找到就对了。我会希望新的董事长。